你要干嘛？你属鸡的对不对？嗯。鸡也是分很多种的，芦丁鸡、战斗鸡、七彩山鸡、红腹锦鸡等等等等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鸡吗？不知道。你现在是最小的鸡，芦丁鸡。哦，我一直都是芦丁鸡吗？不是，是可以升级的。怎么升级的？如果你晒一年的衣服，那你就升级成三黄鸡；你扫一年的地，就能升级成珍珠鸡；你要是能洗一年的碗，那不得了，你可以直接升级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锦鸡；你要是成绩再非常好，那更不得了。怎么样？土鸡变凤凰了。那你属兔的，你现在是什么兔？我现在是兔子中最厉害的兔八哥。我也是从小野兔慢慢升级上来的，你放心去洗碗啊，一定能变成凤凰的，加油。可是我变成凤凰又能干什么呢？